基督的心，讲到记录第35期，读经腓立比书2:1-11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几个礼拜，这一段圣经常在我的心里。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所当注重的一段。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这一节照字面看，好像读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好像没有话。到底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？许多人读了这一节都以为没有意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有意思，有顶深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把这节的意思读得出，就这一段以下的各节都做得到了。这一节可以说是以下各节的土，一粒种子不能撒在空中，因为没有生根之地，必须撒在够深够滋养的地方，才会有生长的盼望。这一节是以下十节的土，滋养料水的泉源，没有这一节，就以下十节都难了。保罗的意思，如果在基督里有，这几个字是极重要的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就底下所说的意念自然能相同了。如果在基督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就底下所说爱心相同也自然做得到了。如果在基督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也自然能做得到了。如果在基督里没有什么劝勉，意念相同就做不来。如果在基督里爱心没有什么安慰，就爱心相同也做不来。如果在基督里没有什么交通，没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也不能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了。总而言之，在基督里若有这些，就能这样，在基督里若没有这些，就不能这样了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没有？有什么从爱心发出的安慰没有？在基督里有没有圣灵的交通？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慈悲怜悯呢？如果你在基督里没有什么，就怎能实行以下个节呢？如果你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很容易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就很容易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就很容易教主的喜乐满足。保罗是将第一节当作源头，当作根基，当作肥料，当作滋养料。如果没有此节，而保罗却劝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不结党，不贪虚荣，存心谦卑，顾别人的事等等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怎样回答他呢？他们也许要说，先生，这些虽然好，我们却做不来。基督做得到，但我们没有基督的力量，我们是属世界的，我们怎能做得到呢？爱可爱的人可以，爱那不能爱的就难。我有我的意念，人有人的意念，我有我的思想，人有人的思想，怎样同得来呢？所以保罗就预先把他们做难的地方先解决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在基督里若有，就这些都容易了。要饱，得有东西给你吃；要有力，得有力量先供给你。有一位弟兄说得好，他说，人都是劝人要出力，我却是劝人要入力，没有入力怎么能出力呢？这话就是这一节的意思。保罗给我们看见，
有一个力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这几个字是何等紧要呢？因在基督里，所以你才能。在基督外，我是罪人；在基督里，我是得救的；在基督外，我是失败的；在基督里，我是得胜的。二节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有这一节，是因有了第一节那样的供给。因在基督里有，所以在这里也就能了。如果饭吃了却仍不饱，就白吃了饭。如果在基督里有，就在这里应当能了。就要意念相同，为什么要呢？能不能呢？爱心相同，能不能呢？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能不能呢？我在福州曾同一位弟兄说到，如何能同心，是把我的心换了来同你，还是把你的心换了来同我？两个人有可说，若有三个人就难了，要叫那两个人换自己的心来同那一个人的心好呢？若有五个人，或者五百人，或者一千人就更难，这么多的心怎同得起来呢？我们要同心，照保罗所说很容易，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不是说我放下了自己来同你，也不是说你放下了自己来同我，乃是把基督的心放在中间，你也去与他同心，我也去与他同心，每一个的心都与他同，就我们人虽多却很容易同心了。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时，你有你的腔，我有我的调，你有你的主张，我有我的意思，是你当顺服我呢，是我当顺服你呢？有的人想你当顺服我，有的人想我顺服人吧，但这都不是神的办法。神的办法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哦，如果有一个弟兄或姊妹走错了路，不肯顺服神，神要受何等的损失呢？如果我们能同心，不只叫神喜乐，乃是叫神有满足的喜乐。保罗在此是代表主，神的心，主的心，唯独能因信徒有这一节的光景而喜乐满足。许多事可以使主喜乐，但是基督徒的同心不只叫主喜乐，乃是叫主喜乐满足。救人可以叫主喜乐，得胜可以叫主喜乐，但是同心叫主有满足的喜乐。口里怎样说，心里也是怎样想，口里怎样说也是怎样行，要这样的同心。这一节按笔画看是关乎心的问题，意字底下是一心字，念字底下也是一心字，思字底下也是一心字，英文也是这样，同都是在里头的，不是在外头的。神能做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的同心不只在口里，乃是在心里。有的人不过口里说同心，实在心里并没有同，心里已经极不同，态度上也有不同的光景，旁人也能证实不同的地方，但是这个人在口里仍可以说同心，这不是这里所说的同心。这里的同心是根据在第一节在基督里若有，所以才能同心。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一节仍是根据在基督里有那些，所以就有的不可如此，有的应当如此。什么是结党呢？结党亦即有所偏袒，在主之外有一个人名为你的目标。例如有两人发生了问题，你说你是围着那一方就错了，你只能因着主的缘故站在主一边，否则就是结党了。虚浮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呢？圣经上有一处说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荣耀是有重量的，是不会浮起来的，是在底下的。这一种极重的荣耀唯独神看见，显明的多人能看见的都是虚浮的荣耀。这种荣耀人能得着魔不能，不过心里贪图而已，永远得不着的。谁能得着一虚浮无有的呢？只好永远贪图而已。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时发生了不幸的争执，不是因为结党，就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你也想大，我也想大，以致两不相下。实在说来，想大也不能大，因为还有更大的呢。
有人在受人极恭维极赞美的时候，好像是荣耀极了，实在他的脚是踏在浮而不实的虚空里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请记得，凡从人来的荣耀都是虚浮的荣耀。有一个故事，某次英国有一出名文学家着了一本小说顶出名，有一天他被一位公爵请去复习，席间遇见一位贵妇几口称赞他的小说如何好，他就站起来对那妇人说，你不配称赞我的著作。他以这妇人的称赞为可羞。哦，谁配来称赞我们呢？除了主外，谁也不配。我们被人称赞，已经把我们降低了，我们还去贪图魔。如果我们的心是想到将来，贪慕主说一句，好，善良的仆人，贪慕那天的冠冕，就你怎能受人的称赞，贪人的称赞呢？何况无人配称赞我们。我们不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更在积极方面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什么是谦卑呢？谦卑就是说不为自己留地位，凡为自己留地位的永不会谦卑，凡说我有什么权柄，我应当的这什么的，永不会谦卑。谦卑是不为自己留地位的，口里说谦卑的话的，不一定有谦卑的存心，多少是可以经过口，不一定经过了心。存心谦卑要从何种态度上表明出来呢？唯有从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态度上表明出来。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谦卑的记号，又好似谦卑的商标一样。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何等的难呢？我曾遇见一位老年信徒，他是奉主有几十年，有一位弟兄问他说，在基督徒的美德中那样是顶难呢？他说，腓立比二章三节的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一件是顶难。真的，存心谦卑是顶难的。是什么罪叫撒旦成为撒旦呢？骄傲，因他想与至高者同等就堕落了。是什么罪叫人成为罪人呢？也是骄傲，因亚当想吃了那果子就能如神分别善恶，他吃了就堕落了。所以谦卑是全美德中一件顶难的，也许在地上还没有一人真做到了。有能力有口才有本事的人上找得着，真谦卑的人就难找得了。怎样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呢？有一个信徒说得好，他说，看我自己是看我的旧人，看别人是看他的新人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天性，自己的败坏，看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，在别人身上的改变，就不能不看别人比自己降了。在罗马的信徒是应当得保罗的帮助的，但是保罗还想从他们的帮助，因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保罗要从神在他们中间所做新的工作的帮助。我同一位西教士谈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是主向信徒要求的多，是信徒向信徒要求的多。我的意思，也许是主要求的多。我以为我们低的尚且如此，主那么高，岂不要求更多呢？他说，不。我问他的理由，他说，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人明显的失败，主所看见的是人暗中的得胜。是的，我承认这是很深有经历的话。我们看的是某人明显的失败了一次，失败了二次，失败了几十次了，主却是看他暗中的胜了一次、二次、百次了。你也许受五次的试探就失败了五次，他也许受三次的试探只失败了一次。也许他在暗中许多的得胜是你所没有，也是你所不曾看见的。你有十次的交战而失败了一次，他许有百次的交战才失败一次。我们懂得这个，就不能不看别人比自己降了。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这是不容易的事。我个人年来因身体不好的缘故，常顾不到别人的事。我们多少时候好像自己的事尚顾不到，怎能顾到别人的事呢？顾别人的事乃是一个舍己的生活。今年我遇见一位内地会的女教士，我问她曾见过戴德生先生否，
你看他有什么特点呢？他说，照我所知的，他有一特点，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去献，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，唯独你的事要紧。实在他一天不知要写多少封信，要见多少次人，他却是这样若无其事地顾到别人的事，这就是舍己。哦，如果主像我们这样冷，这样不顾别人的话，就你今天在那里，我今天在那里，主所顾的完全是人的事。他死是因你我犯了罪，我们真当受叫做一个顾念别人事的人。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一节是一至四节的总结。在基督里要有劝勉，就还有许多，但是如果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做得到了。那么也许有人问，什么叫做基督的心呢？所以保罗就在底下六至八节答复他们。六至七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基督所当有的权利，所当得的，所配得的，在律法上合法的，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但是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他舍弃合法的权利，这是基督的心。也许你想某人应当如何待你，但是基督应当得的，他并没有得着。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这是基督的心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时候我顶觉得合法的权利是顶不好的，我们都是想应当的合法的权利，但是我们的主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马太五至七章的教训可以用两句话来包括，就是舍去你所当得的，反去欢欢喜喜接受你所不当得。别人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主说，你们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放下那当得的，接受那不当得的。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无论是在家在外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为他的权利说一句话。如果主说，父能差我么，就父怎能差他呢？主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但是主也说，父是比我大的。三而一的神有大小之分么？没有。这里所谓的大小，并非从生而来，乃是从愿而来。父差子，子差灵，这是神格中的谦卑。奴仆的形象是主的卑微，人的样式是主受人的限制。奴仆的形象是和神的形象相对，人是和神相对。神是不受限制的，人却要受空间、时间、饮食、眠息的限制。神的形象是荣耀的，奴仆的形象是卑微的。基督的心是愿意自己卑微，自己受限制。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而主的顺服是顺服与他同等的，不是顺服比他大的。主的顺服乃是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是应当更和睦、更相爱的。六至八节的道路真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有一位弟兄或者有一位姊妹还没有学习舍己，还不肯放下合法的权利，还不知道在与他同等的人中兼谦卑，就他从来没有走过十字架的道路。有一位西教士说，某人常劝人当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当走十字架的窄路，但我看他对于这条路进都没有进去过。真的，如果我们还不曾舍己过，就我们连十字架的路都还没有进去呢。许多时候我们是要拣选十字架的道路，那只许多的时候，就是要你在日常所遇见的事中舍己死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有一位姊妹遇见一位医生，是弟兄会里一位很活泼的信徒。这位医生有学问，对于圣经也有知识，讲道也很动听，但是这位姊妹对他说，先生，你讲的道理不错，
你走的路错了。他说，我是传十字架的道，我们是应当舍己背十字架。姊妹说，不错，但是我看你从来没有死过。他倒虚心求教，这位姊妹就本着圣经向他直说了。后来他写一封信给这位姊妹说，你走后我就对神说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什么叫做舍己，但是神，我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中把我奉献给你，求你使我能舍己。就是这样，我的难处就来了，我的妻子反对我，我不能忍耐时，就有声音说，就是在这些事上舍己死。我从前都是讲十字架，讲舍己，但是我还不知到底是到那里去死，是怎样死法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是在实行方面来做出。我这样讲，就引起许多人反对我，衣物也有改变了。我才知道，死就是在同人中间需要死。弟兄姊妹们，许多人知识知道真理，知道舍己是应当的，到那里去死呢？就是在你同人中间，就是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中间去死。但愿神祝福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主的喜乐可以满足。